使用抗组织胺要小心，孕妇竟会产出畸胎。各位可能忘记，就是说组织胺有时候是怀孕妇女，或者是怀孕妇女的她有时候想吐啊，或者是头晕的时候会使用一些止吐药嘛。抗组织胺本身就可以用在止吐方面，有一群孕妇刚好开发出一种新的药，那这个药就是所谓的抗组织胺第一代。这一群的孕妇吃了之后，所有的胎儿全部都是畸胎。啊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